您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道。每年到了四月份，台北公馆温州公园附近往往聚集许多民众，慕名而来一睹加罗林榆木开花的风采。榆木是珍贵的外来树种，也是台北市文化局受保护树木之一。台电自发性保护老树，改造整体空间，在去年也获得台北树艺奖的肯定。现在就透过影片带大家一起到现场，看看今年榆木花开的美景。台北市公馆台电大楼对面巷弄中，紧邻温州公园有一处秘境。台北市受保护树木中唯一一棵加罗林榆木坐落于此。每年四到五月正值榆木花季，黄白花朵盛开，满树灿烂，让人不禁停下脚步欣赏，陶醉其中。台电结合在地人文公共艺术计划，主动改造整体环境，希望更多人看见榆木的美丽。台电邀请您把握花期，走访温罗丁街区，共赏榆木之美。这里是台电影音网，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